8月24日，有媒体曝光春节前汪希潮探班京城的一组照片，称京城在上海拍戏期间，汪希潮深夜抵达京城所在酒店，第二天汪希潮陪京城前往剧组拍戏，收工后二人一起逛街同回酒店，疑似新恋情曝光。此前男方曾发文晒出与京城合影，并称呼京城为京大